这读书传说也就是不要在半夜和你的猫咪说话。提莫记爸爸帅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鲁皮克丘。OK， 今天呢，我又要来挑战都市传说。对，今天是什么都市传说呢？今天的这个都市传说很诡异，但是我本身也不是很相信这个都市传说了。这都市传说也就是不要在半夜。这个都市传说也就是不要在半夜和你的猫咪说话。这个都市传说我本身是不太相信呐，怎么可能？但呢，像我这么勇敢、这么帅气的人类，这么 man 的人类呢，当然是要挑战一下啊！喵！所以我就把我的猫猫带来了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就要来挑战这个都市传说，也就是不要在半夜和你的猫咪说话。如果你在半夜和你的猫咪说话的话，你的猫咪就会开口跟你说“臭鸡巴”。就是如果你在半夜和你的猫咪说话的话，你的猫咪就会回复你很恐怖的话，或者是有一些诡异的事情发生。所以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提莫记，爸爸帅吗？提莫记，你丑吗？提莫记，你背背痛吗？提莫记，你骨骨很臭哎。提莫记，你是肥猫吗？提莫记，你是大肥猪吗？哑巴。提莫记，你懒觉很臭。你够了没有？给我认真。妈的，我的脸上都是它的毛哎，堵烂了。怎么你这样多毛？啊！哎，回复我嘞，你是哑巴嘞？现在是猫咪都市传说嘞，讲话嘞！哎，讲话嘞！哎，讲话嘞！什么烂都市传说？我 OK， 我现在来拍个封面。给你吃猫料，给你吃猫零食，可以讲话了吗？我给你吃猫零食了。嗯，讲话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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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，讲话，你不会讲话哈？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摸我的佩佩，快点修我的懒觉，快点勒我的下体。提莫记，你今年几岁？啊什么？你50岁了？这样你的下面会臭吗？啊，很臭？哦，这样你的北北有洗吗？啊，你北北没有洗？难怪一股，哎呀，难怪这么臭，臭豆腐的味道。提莫记，你是猪吗？提莫记。你北北很臭哎！我突然间感觉我像傻子一样，自己在跟自己讲话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挂在天空发光明，打你们的小眼睛，我要打你们的佩佩，我要擦你们的下体，我要勒你们的佩佩，擦爆你们的下体。喵喵，讲话呢？现在在拍都市传说哎，你不要一脸肥猪样哎。讲话嘞，你哑巴是吧？讲话嘞，叫你讲话你不要讲话是吗？叫你讲话你不要讲话是吗？我擦爆你。OK， 这只猫不要讲话是吗？所以现在我只能靠我的剪辑技术，我要先问他一个问题先。猫猫，你会杀人吗？我想切断你的懒觉。啊！我的猫讲话了，啊，好可怕！啊啊啊啊！这个都市
传说是真的，是真的啊！真的是很白痴。OK， 今天都市传说就到这里结束啦。这都市传说假的啦，假的啦，怎么可能有这种都市传说啦？哎呦，你看你很多猫哎，这根本都市传说玩这样久了，这个猫都没有讲话。OK， 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。OK， 拜拜，记得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哦。记得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哦，不然我打你的北北啊，打你的下体啊，打你的懒臭啊！你看 Kimoji 都生气了。OK。哟，全都是毛，恶心啊！你的北北毛没有挂是吗？